墙的中层，开上下火175度，烤至上色即可，大概烤18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把它拿出来。哇，现在颜色看着真的是太好看了，金黄金黄的，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。把表面烤至微微焦糖色，这样会更好看，也会更好吃，口感也会更好。我们把它取出来，放入盘中就可以吃了。用牛奶这样做的布丁 QQ 弹弹的特别好吃，色泽金黄金黄的，还带有一点焦糖色，看着也非常的有食欲。掰开给大家看一下，柔软又拉丝，入口即化，甜度也比较适中，好吃到停不下来，特别推荐给大家，这个做法一定要试试哦。而且没有任何的难度和技巧，就算新手小白也能够完全胜任。家里的小孩子想吃零食，再也不用出去买了，自己在家做的，干净卫生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，吃着也特别的健康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做法还不错的话，就给我点个赞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、评论、转发哟。点我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
我每天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明天再见。